死后一个什么什么，然后帮先生说。那位先生死亡的当日3月24号，第一时间选择报案，请检察官来商验，都是为了替我先生找出公道。希望台湾的检察机关、司法机关可以还给被害者、被害者的家属们一个公道。三一结果怎么样？可以透露一下。其他的结果就不再方便透露了。